腊月二十三，小年儿，今天灶王爷都上天，观众都来北展。我们每年呀、都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儿这天祭灶。和这个封箱演出。姓什么呀？免贵姓栾。这趟演出呢，和平时小剧场演出有点区别，区别就是这个票价贵一点，也不太好买。没叫什么？栾云平。没关系，没买到票的乘客呢，晚上优酷呢有这个转播，虽说没有我照片吧，我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干什么的？说相声的。因为这是一个集体性的项目。哦，你咬着炸弹了。说相声的栾云平，是你？然，可让我找着你了，是吗？走，快跟我走一趟啊！别逼让我掏家伙，快跟我走，走。不是，干嘛去？请你演出。来，松手。有这么找演出的吗？把这放下来，您这是拽着说书。不是，有这么找演出的吗？您得原谅我。看着您太激动了，你激动我受了吗？好长时间没找着您了，我还不是那么难找，是吗？我可一直没找着您，是吧？德云社著名的相声演员，谈不到著名，总队长栾云平，他那么瞎捧，太好了，找您找对了，是吗？请您出去演出，去不去？看给多少钱吧。您这话说的，劳务那肯定是有的，很丰厚，而且肯定比你在德云社挣得多。那我们积极参加呀。那太好了。这个我们那儿啊，我跟您说清楚了。我听说你们德云社经常接一些什么那个商业演出。对，地产包场。是，公司年会我们都盼着呢。是，最近这不年底了吗？我们那儿我家里有位老爷呀，明白吗？你们家有个老爷？有位老爷。我是给老爷办事儿的。懂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们有仿这个古称啊，管他叫老爷。好，我们老爷想请这么一堂演出。因为家里正好有这么一桩大喜事，是一个红事。红事？对，结婚？不，结婚是喜事，红事，生孩子。生孩子干嘛？红事，过生日。过生日那叫寿日，红事，怎么个红事？着火，着火叫红事，冒烟叫黑事，这按颜色区分干什么呀？着火叫怎么叫红事？不是我们家着火，我们家街坊着火，烧得挺好，但是呢没有波及到我们家，我们老爷很开心，决定办这么一个演出。那你们老爷够孙子的。不，他就是这个心态。您愿意不愿意演吧？愿我他爱干嘛干嘛啊。是我们演给钱就完了。您放心，肯定给钱。好，那德云社演出找谁呀？找您可以吗？可以呀。就您都能把他们都管喽？今儿刚提的副总。好嘞。好，那昨天找还不成呢。得嘞，幸会。栾副行啊，栾副总，那职称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那我就找您办这事儿了。好。我们老爷特别爱听相声。
好啊，行吧，好啊，多请一些个相声演员到我们那儿去。您要多少有多少，他们都没走呢。哦，都没走，都等着呢。啊，就刚才这是叽里突噜出来那一大堆都行吗？没问题啊。行吗？没问题，一个个都跟下饺子似的，那都行啊。我们这儿有的是饺子，有的是演员。好的，行嘞。嗯，好，那来几个说相声的，来几个。来几个你自己挑，行行行，行吗？好好，你看谁跟你关系好，没问题，挑几个，这主要就是指着关系呢，是吧？嗯，看看再来个别的，再来一个敲竹杠的吧，好吧？我们这有诈骗，你要不要啊？你们这儿不都是诈骗的吗？不是，你们这儿不是，我这敲竹杠我见过，你们德云社有啊？什么叫敲竹杠的呀？不，那个就是拿那个竹杠，这边好几个，这边俩，那谁，高峰，你高峰你认识吗？不熟悉，嗯，是吧？对，我也不，反正他就经常敲竹杠，往那一站，呱唧呱唧呱唧，有，有，是吧？我们这后台，嗯，只要有手就会打板，哦，是吗？哎，对，快板书嘛，哦，对对对，是，你看我不知道，快板，对，快板有吗？有，好，没问题，来，高峰就可以，行，就找他，嗯，完了再来几个拐卖妇女的吧，好吧？因为我们老爷爱看，您说这犯法的，我们不干。怎么能犯法呢？这到剧场里演出，怎么会犯法呢？怎么叫拐卖妇女啊？就是有好几个人，嗯，有男有女，哎，有一个妇女就是捯饬的挺漂亮、挺好看的、嗯，然后这舞台上就有一个那个大箱子，这妇女夸进去了，啪门一关，啪叭叭一念，再一打开，妇女没了，被拐卖了。您说这叫变戏法儿？哎，对，变媳妇儿的，是这个吧？变媳妇儿，我们就留下了。什么意思？变戏法儿，变戏法儿，哎，变就对这个变戏法儿，这行吗？有，德云社也有，没问题，我们都能给你现编呗，都能现编，我们可以现学。哦，现学呀、啊？有就行，没问题，有就行，你放心吧。完了，这基本上差不多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哎、再来几个这个拦路抢劫的，估计就可以了。咱们倒是持刀杀人的，你们怎么这么凶残啊？我们就是这狠的，嗯。拦路抢劫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就俩人，这边上来一个，那边上来一个，然后噼里啪啦，俩人拿着什么那个刀啊打呀，什么拿那枪啊捅啊那个。哦，练靶似的，这有吗？武术，嗯，有，也行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，把他也叫上。有，就这几个吧。行，大概齐，你归了包堆，给我凑20人吧。20人，没问题。也不多演啊，我们就办一场。一场，哎，就一场。20人，嗯，算多少钱吧？哎呦，那这年底了，嗯嗯。也确实算可以说是忘记了，没关系，我有心理准备。行啊，你说20人，嗯，您给8000吧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说完了还是要跑了？啊？我脑子有病，不用管饭。二十人，又好又跟这儿又变戏法，还大快板又说相声，干一整场要。能要8000块钱，我们自己上税去，太少了。嗯，上礼拜六我们老爷跟家看套狗的，还给50万呢。啊，这套狗的叫什么文艺节目、啊？你看我们老爷就有这种趣味，对吧？他认为说相声跟套狗是一样的，不一样，对吧？都是两个之间的交互。不是，那我们要的少了。您多赏点好不好？什么赏啊？应该多给点啊！谢谢您吧。二十人，一场演出，嗯，500万吧。500万，20人，您给500万啊？500万行不行？嫌少算，那我找别人的。不嫌少，不嫌少，不太谢谢您了，可以吧？太谢谢您了，没问题。500万，可说好是你们给我们500万啊？您这不是。我是来错，这是德云社吗？这个，别等我们演完，给你们撂500万，我敢慰问了吗？你都把我气乐了，你都，德云社不能出这样的傻子呀！你这事情，不是没问题，我们给你们500万，好是吧？是人民币，好不好？好，说准喽，什么都成啊，是吧？哎，行，那咱就说清楚了。行，那回头您是把这个剩下19人的这名单给我，我挨个跟他们联系呀、啊，还是说就给把钱给您就行？那一定是给我呀。哦，因为给他们就容易分均了。哦，嗨，您知道吧？一定是我管着这个。对，那当然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您是副总吧？谁多演谁少演的，我管这个。对对对，是多给2000-5000的是吧？
嗯，不能，不可能啊，给不了这么些个、啊，您就甭管了，行，我分去，我不负责了。哎哎，反正我找着您了。嗯，那就等于说把这堂演出都找好了。可不都找好了吗？那就可以了。500万、啊，没问题。500万，挣钱了。好嘞，咱看看，我看明天可以吗？明天1月18号，好不好？什么行行行，可以啊。行，有我不过生日了。好，500，行，太好，走，好日子，行，走。您没有什么别的事安排吧？我从此以后都没事了。哦哦哦，好好，从此以后都没事了。那我放心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放，交您这朋友。嗯，交您可以。嗯，回头吧。那你明天。明天回到我们那府上去，行行行，好不好？那您先告诉我，你们老爷爱看什么节目，我们多给安排点儿。不喜欢听什么的，我们别说，别招人讨厌。罢了，找您算找对人了，多新鲜！真的，别人一般人不明白，净听呵，给钱好就去了。这老爷，我们喜欢不喜欢东西都很重要。对，喜欢肯定是喜欢你们。嗯，哎，说相声啊，唱快板儿，不喜欢也不能让我请你们来。这话对。哎，他不喜欢的就忌讳的东西啊，也很多。也很多。哎，我们老爷忌讳什么呀？很多话，很多字儿，他不能听。你能给开开道吗？这听着啊，比如说像什么这个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明白，我屈，我冤，这些话，我们老爷不爱听。嗨，您说这个，我们也用不上。不可能。我们老爷可爱聊天，我们也爱聊啊。三言两语你就把这话说出来了？不能，不可能。你比如说吧，你到我们那儿去了，嗯，老爷问你了，听说昨天在北展剧场演出的呀？对啊，这个北展剧场是谁盖的呀？我不知道。完了，完了，说出来了，不知道啊？不是，不知道，他不爱听，他是不爱听啊。嗯，他眼睁，我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也不能说不知道，这记字儿嘛，直告你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我怎么说呢？我教给你啊。我们老爷问你了，刚从北展回来呀、啊。嗯，这个北展剧场是谁盖的呀？你这么说，我一拍胸脯，我盖的。哦，还是您聪明。对，你问我北展剧场谁盖的，一拍胸脯，我盖的。你们老爷让我盖一个怎么办呢？我们家没事盖剧场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就怕他给我盖。不会，怎么我们老爷有毛病是怎么着的？那盖中盖了。我就怕他盖了。哎呦，不要这种广告植入啊、哦！是啊，真的啊，没关系，我这念口播念惯了。行，不提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他要这么说，你就这么回答，你能明白吗？我明白啊，明白吗？你说他也不会跟你细矫情，是对吗？你一说他嘿嘿一乐，呵，还真好，得了，赏他5万块钱吧，又给你5万，多少？5万。哦，等于这样一说又给5万，聊天嘛，我们老爷高兴，这我就明白了。这你明白吧？你们老爷是傻子。你也就在这儿说说，到家千万别说这话、啊。一骗他，他还倒给钱，干嘛骗他？人家喜欢你这样的人，人家高兴，喜欢胆儿大的。我再跟您说一句，嗯，咱比如说，演着演着，嗯，噗，说出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以为您放出来了呢，我以为，就是说把这不小心把这记字说出来了。对，那坏了。我们老爷就生气了，生，哎呦，他气性太大了，气性太大，努嘴发，瞪眼杀，什么您呢？努嘴发，瞪眼杀，您找别人吧，您看麒麟剧社，您找他们去吧，找他们干什么呀？努嘴发，瞪眼就给杀了，你什么耳朵？你听准没听准呀？努嘴发，瞪眼傻，什么叫瞪眼傻呀？哎，我们老爷气性大呀，你一说这个忌字，他一听一生气，一瞪眼。你想，你见过我们老爷那么威严的人吗？呱唧，你就傻了。哟，你一傻了，我们老爷更来气了。紧接着一努嘴儿，罚他，罚什么呀？罚钱呢？这一努嘴儿罚多钱？500万。两努嘴儿呢？1000啊。那你们老爷要是有病怎么办呢？我们老爷跟赵四儿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我怕他一进门就开始努嘴儿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改募捐了。没，那不能，那不能。您放心，是只要您不惹我们老爷，我们老爷绝不会。好好好，不好？行行行，行吧。好，那咱可说清楚了。我闻闻神，闻闻神。行，我去。完了之后，我跟你说清楚，到那儿我们演出，就演出堂会演过吗？演过呀，演过。堂会规矩，就我们家的规矩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您先得嘀给我呀。你们平时说相声一般都怎么说呀？怎么说？啊，怎么说？是站着说吗？
没有躺着说的时候啊。没死你就躺着说相声？不站着说吗？我们家就得换一换规矩了。您的意思呢？得跪着说。说相声跪着说？哎，跪着说。对不起您了，对不起您了，啊，我们是文艺工作者，嗯，这是有人格的，咱大家都平起平坐，肩膀齐，咱都弟兄，对不对？我跪着这不成。我们老爷说了，再要你跪着，跪一分钟给10000块钱。现在需要跪吗？你现在跪，你给我跪没用，我给不了你钱。哦，你得看见老爷才能跪呢。我们是有时候也可以跪，是可以吗？可以跪，就是这个，你有什么话你搁外头说没关系啊。我要说真接受不了，不是我现在就想跪着说呢。那就行，可以跪，可以跪，只要那话筒能调合适，那没问题。你放心。没问题，你放一会儿我帮你弄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行，那大概您节目就是可长可短都能决定。你要多大有多大呀？3-5分钟也行。3-5分钟没问题，也可以，长一点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。你要多大咱有多大。可以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回家等着，明天我接您来。别哪跟哪儿的还有认亲的？你看这，哎，不是，这我不知道你们老什么脾气呀？哟，别我。也是这话说有道理，因为我就怕人家罚我们。您对对，我也怕，因为什么？我要是说把您领家去，老爷一罚你，那责怪我办事不利。是这样吧，咱们在这儿演练一下。演练一下。哎，演练，因为我对我们老爷非常熟悉。嗯，我呢就扮演我们老爷。好，咱俩呢对一番话。行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把这忌字说出来。好嘞好嘞，你要说不出来我就放心了。您扮演您老爷，我就是我们老爷。那我扮演我老爷的外孙子，好吧？太好了，跟没说一样。是吧？好，行，那咱就在这儿吧。哎哎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您受累，咱帮个忙吧。行，把这个桌子咱往后搬一下。好嘞好嘞。哎呀，鞋么签呢，咱往这儿搬。哎，你看这底下都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家了，这就已经是。你们搬家够快的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我们老爷的写字台。写字台。好，稍等一下啊。好嘞。这是我们老爷的大转椅。转椅啊，转椅够死性的。行，这就基本上是差不多了。嗯，一会儿呢，我带着您过来，咱们好好的演练一回。好嘞。我因为我说实话，不光您害怕，嗯，其实我心里也不踏实，真的，找您找了很久很久，一直找不着。我要是早找您，我可真不至于这不是年根了。您先等一等，您先等一等，干嘛？我这要献血是怎么着？这什么意思？献血干什么？不是，这是我给您留个记号。什么叫留个记号？留个记号，就一会儿。这干嘛呢？就是我一会儿带着您出去啊，方便。您带我方便方便？不是，方便干什么呀？我怕您跑了。我干嘛跑了？我往你这儿跑多好呢。不，那我哪知道去，我好长时间找您没找着。是，我这心里一直打鼓。哎，今儿好不容易看见您了。嗯，我一定不能让您离开我的身体。哦，好，行行行，我问问您，有点别扭，我问问您，这个20人是都捆的还是就捆我一人啊？啊，当然了，就捆您一个人。是，最好就捆我一个人了。这20人要都捆，这就不是堂会了，那是监狱放风。真盼着好事儿，你真是好事儿。那就捆您一人。哎哎，这就像那个导游举那小旗儿一样。对对对，明白吗？我就举胳膊就完了。对对 对, 对，行行，我举着您就都放。您说什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因为500万呢。您放心，得了，那您跟我走一趟吧。走一趟，好不好？好，上我们那儿去。哎，我先问问您啊。啊。确定您是说相声的栾云平？就这么一个叫栾云平的，我们这姓很怪。哦，行。多大岁数？36了。可惜了这岁数。您先等会儿，我这岁数怎么了？啊，挺好啊。什么叫可惜了这岁数？不是，你看你不明白，你看那个欧洲那边，人家国家那个总统啊、总理呀、啊，人也30-40，人家怎么就当上总统了呢？是，你30多，你怎么没当上呢？我没参加竞选，对不对？所以嘛，可惜可惜你这岁数。对，可惜这岁数，对不对？这岁数是。嗯，行吧。行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走一趟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嗯。不是你干嘛救我呀？不是我有心让你不说相声，你当总统你当了吗？你我当不了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就这儿，我捅捅他们就得了。行，好，那你跟我走吧。哎，来，跟着我。哎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来，有点像遛狗啊，这个。我们老爷爱看这个。行，到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步骤需要排练吗？我这是作比成样。好好好，让你心里有这感觉。哎，
这就是我们家这个门房了。门房？门房知道吗？哦，门口有好几个，这都是我们家这个看门的几个大哥。看门的大哥，好嘞，几位头，哎，你得跟他们好好的见一见礼，嗯，要不然他们老给你使绊。好嘞，好吧，好，跟我这职务差不多。对对对，我带你认识认识啊。哎，老爱垫砖，这位，这是王头，这是王头，这是王头，这位，哦，这是王，这王头，王头不高啊，王头，嗯，哎，这是马头，马头，哎，马头，这是张头，张头，哎，赵头，赵头，哎，王马张赵。我到了开封府了，开封府呢？这王马张赵吗？巧了，您怎么称呼？展昭，不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怎么回事？外号外，我小时候老爱看那个《少年包青天》，哦，他们老说呵，你跟展昭似的，他老这么夸我。是是是，是不是？我看你跟展昭似的啊！哎呦，太厉害！行，那个几位头啊，你先在这等一会儿，哎，我进去跟我们老爷回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好不好？哎，几位头，把着点啊，别让这孙子马了。您留步。您先等会儿，这边转，这边转。等会儿你把我鞋踩掉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这五百万给我们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个怎么几位头把着点？嗯，就是几位头看着点，别让这孙子马了。这孙子肯定说的是我呀。别让他马了，就别让他跑了啊。不，哎，这钢口我懂啊。这是脏心眼子啊！这脏心眼我可没掉坎儿。这是脏心眼子，我都听明白了。哎，我说的这是古汉语。古汉语怎么跟我们那么类似啊？对对，你们这就一脉相承。我说什么意思呀？我说几位头啊，把着点，确实是几位头啊，看着你点儿，是，别让这个孙子，就是这是一个高贵的名字，孙子，就是哎，夸你，那不主要，这无所谓啊，别让这孙子马了，什么意思？您说，别让你上马路，我干嘛老上马路啊？是啊，我也纳闷，我怕你出去了，是我们这门口花来来往往的，大卡车也挺多的。你万一没事，你出去站马路当间，呱过一拉渣土的大卡车，300吨渣土呱唧到你身上了，你怎么办？好，你那不是上马路，那是活埋呀，那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让这几位头好好说，是把着你，其实是照顾你。是是是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行行行，那你跟这儿待会儿啊，有的时候把着点啊，哎，把着啊，哎，让我马了。跟老爷回，栾云平让我给逮着。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呀？是这样，他呀没在天津，跑到了北京，在剧场里装模作样的说相声。我没敢声张，跟着他回了旅馆，翻出了两挺机关枪，一箱子假钞票。老爷您也甭动刑了，他全招了。好厉害啊！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，这减肥来了。是栾云平，嘿，上人见喜。我呀，跟我见老爷。我见不了喜了，您还是跟阎王祥去吧。跟阎王祥？您跟阎王，我来不了这活。怎么了？刚说这话我都听见了。您听见什么了？什么？栾云平怎么着？嗯。让我给什么逮着，逮着干嘛呀？栾云平让我逮着了，什么耳朵呀？我说的是栾云平让我给逮着了，逮着。哎，北京话，逮着，我逮着他了，逮着。哎呦，逮着了，哦，让我给逮着。栾云平让我给逮，我听错了，听错，耳朵受潮了你。是是是，嗯，他怎么着？他很狡猾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说他这个相声啊，表演语言啊，有点狡猾，有点狡猾。哎，说话有意思，没在天津。是啊，前两天你是不是上那个天津录什么春节联欢晚会去了？我演一太监。哦，是吧？嗯，你这太好了，这个是吧？这谁选的角儿？太真实了。毛遂自存。行了，别存了，我就去了。是，到那儿去，您不在了。对，没在天津。没什么来，又来北京。你们回家了？回北京了？装模作样说相声。在剧场里说相声，可不学个男孩装个女孩，这不装模作样吗？一直追旅馆。是，我能说你住小店吗？住旅馆不高级吗？翻出什么机关枪？我说你会唱梆子腔，还有假钞票，还会唱莲花落。老您甭动刑了，事办成了，他全招了，角儿全腰了，我全听错了吗？
我这一句都不对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应该掏掏耳朵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我还是电视初三在掏呢。算了，没关系。是是，我应该掏掏耳朵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！明白了。行，我跟我们老爷都简单说好了。哎，下面接下来就非常重要了。好，重头戏，该见老爷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哎，你看，嘿，好，这又给5万块钱。好好好，这又给5万块钱，知道给老爷拿话筒。是是是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这角色得有眼力劲儿。行行行，可以。那就这样吧，嗯，跟着我进去啊。行嘞，行嘞。记住了，你这个手啊，你别随便的那个乱挥，是吧？平时我走道我也不这样啊。不是，因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看不着，你真到我们家你会看，这边上全是金银珠宝，嗯，知道吗？大摇钱树，真的啊，真摇钱树，真摇钱。哎，那个树枝子全是金子做的，知道吗？树枝子上挂的那都是什么珍珠啊、玛瑙、翡翠，都是那个。叮了咣啷的，下面南非大钻石都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有钱，干嘛非听相声啊？你呵，你们老爷爱看呗。哎，一个相声，一套狗，这最爱，这都是。好，是不是？抓紧学套狗。所以嘛，你到那儿去，你手你别你好四场大开，你这么走那完了。我溜俩话呗，对不对？嗯、那不行，你把手啊就往里收一收，往里收。哎，最好俩手搁一块儿，搁一块儿。哎，搁一块儿，这是不是不太好看？照出相来也还行，没关系。嗯、我们老爷喜欢这，觉得你这人老实。是，哎，觉得这人我平时就这样。对，谢幕是老这样。不，这样、嗯、这样不好，这样你也手别这么插着。嗯，你就是俩手腕贴一块儿就行。就再来了，我看看。就这样。哦，行行行，明白吗？就这样，这俩离着是不是不能太近？这样合适。哎哎哎，对对对，就是稍微自然一点，好自然一点，好吧，自然一点。另外那个你走路你也注意一点，嗯，因为什么？我们那儿那个花啊特别的名贵，名哎一盆兰草那40多万的那个，知道吗？好，你看人搁地上，哎，多新鲜，搁天上也不长啊。是，所以呢，你得留神宅着点那个地儿走。哎，明白吗？你走道你就注意点，你稍微你这样走，你明白吗？这样走，哎，对，跟跳家棍似的。行，别跳家棍。行行行吧，你稍微这样走。好好好了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行，那咱跟我去见老爷、啊。行行行。栾云平一命告尽魏武。哇，干什么？好，您还化妆了呢。出来这见你不得化一化？不是，这威武俩字怎么着？过堂呢？干嘛过堂啊？您不明白，我们这个府上啊，爱您的人太多了，都是喜欢栾云平的。不至于吧？真的，栾堆堆都这样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府上好多小姑娘呢。好多呢吗？好多呢。太好了。哎，但是呢，您说这呱，您贸然这么一进去，是，人一看您，哗，给你都围上了。你怎么办？你走不了了？不签，不签，不签。对对对，你是不是经常这么说？是吧？是是是是是。听相声去吧，别签了，别签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想，我为了给你减轻这麻烦，减轻这麻烦。哎，我一喊威武，他们就哦，可能是来了重要的人和事儿了，就不出来了。好好，省得看您把您围住，谁怎么跟老爷说、啊？对的，我明白没？明白吧？对对，就这个。对对对对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哎，对对，演员已经很累了，很累了，是这意思。行行，好吧，好，明白了啊，明白明白，那就来这个了啊。栾云平一命告尽魏武。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回来吧。嗯，我这汤料子呢，是吧？汤料子干什么呀？不是稀里哗啦，这怎么回事？手这样，脚那样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人脏心眼子太多了。怎么？刚才我们那厨师，我给我们老爷上菜的时候啊，手里端着一盆汤。嗯，太烫了，走到这儿没留神，他还得躲着脚底下，到啪嚓掉地上摔碎了。呵，地上都是那碎碗碴啊，所以你汤子上面你得注意一点，是吧？你跟上面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你挑那个好地儿走，扫一扫啊。还没来得及，您不就来了吗？对对对，明白了吧？明白明白。行，那咱开始了啊。嗯，记好了，跟我走了啊。栾云平一命告尽魏武。走走走，稀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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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到了，就到这儿，到这儿就不稀里哗啦了。到这儿该跪了。嗯，跪，看见老爷了。好了，拿钱，1分钟1万块钱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我也没带着秒表。不，没关系。来来，跪跪跪跪跪，好，跪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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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了。外边怎么横，里边还怎么横。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。跑坏了鞋得我自个儿买去。你给我跪直了吧？他妈的！也就是你，要不绝不开这活。回事这个怎么？嗨，您啊，您多避避屈，您多避避屈。我呀，不是冲您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冲您，不是冲您。我刚才说这个话呀，不是对您说的，对我们老爷说的。你干嘛骂你们老爷呀？哎呀，您不知道，他打去年这工钱就让我去找您，
一直没找着，不知道您怎么好，太忙了，天天的这儿又去那儿又飞的。今年还干了好多专场，我真是哎呦，上网找，上微博搜，我从那黄牛那儿买您的信息，是吧？坐哪航班？我想追您，我追不上，他不卖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但我，所以说我一直找您找不着，找了一年，好不容易听说您在这儿演出，上这儿找着了。嗯，这一年功夫跑坏了多少双鞋？那我自己掏腰包垫子。啊，你们也不给报啊？当然了，你们不给报啊，你们。是不是我出去住那个酒店呀，坐那飞机票啊，坐那高铁，为了跟你坐一块，那都我自己掏的钱，我们老爷一分都没给。好，我心里我有气儿，我敢跟他说吗？是，我这跟这其实假装是说你，其实内心里我骂他呢。你骂的是他，我拽咧子呢。可是我感觉你踹的是我呀。这不是，那怎么演的？咱们要逼真一点吗？太逼真了，对不对？有必要地还给我搁一钉子吗？这没事吧？没事，您放心吧。哦，行，那再搁这底下。别往这搁，那边好好好，一会儿给他们双簧使吧。我就是这意思。是，明白吗？您能了解我的心理吧？我能了解，不是冲您，但是我也希望您能了解一下我的心理。好的，是吧？冲我们老爷。好吧，好嘞，好嘞。您多避避，好多避避。你是不是原来踢过足球啊？我爱看足球，突然我就那儿去了。来，好，跪。哟，那刚才那几秒了，我也没算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不够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。行，跟中国移动一样。好嘞。来，快，来，跪，哎，跪了啊，跪，来，跪直了。外边怎么横，里边还怎么横。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。跑坏了鞋得太爷我自己买去，你给我跪直了吧。他们俩行，好了，这个不用太排练。跟您回。栾云平带到。下站。哎。是。多好一家庭啊。生子。您过来一下，您过来。这是谁呀？你上这边来，这是谁呀？我们老爷。是不是有取经的任务？您老爷才孙悟空呢，这干嘛呢？我们老爷在仔细的观察你。有必要这么仔细吗？有必要。我们老爷非常的喜欢你的艺术，嗯，想好好的看一看你。哦。可是他眼神不好，他看不清楚。不是，那配眼镜儿？配了，眼镜刚才在那碗碴子里头呢。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会儿看您了。嗯，他这么看您吧，您别害怕，您也这么看他。我也这么看他。哎，我们老爷就喜欢这种有胆识的人。有胆识的人。哎，有勇有谋。他这么看你，你也哎还击，你也这么看他。好，明白了。行，可以了。行，好，那再来啊。哎。您那大褂儿留神那话筒还真有点像展昭。你叫栾云平啊？对，我叫栾云平。你好大的胆子。我没胆子。过来，我一说相声哪来胆子？你行了，我哪来胆子呀？怎么我老爷夸你呢？夸我什么呢？搁往常别人到这儿来，我们老爷要说看他这几眼早吓死了，也太衰了啊。你们这儿说相声高峰知道吗？啊，上回到这儿来，老爷看了几眼拉裤了。他有确实有这失禁的毛病，是不是？所以老爷一看，哟，高峰拉裤，栾云平没事儿。我堵着呢。那我还把那钉子拿回来。这没问题，是吧？他一看，哟呵，你没事儿，这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你，他夸你的，呵。好大的胆子。这是夸我。他这意思。哦，哎，这时候我怎么阐述啊？那这时候看你了啊。你要搁别人说这会儿傻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他一生气一努嘴该发钱了。对，这会儿你不行啊。我他这么说你，你得比他还横。还横。
交给你啊，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哎呦呵，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啊。你这可以，行吧，这本色了，是不是？这没问题。行，就这句哈，没问题，记住了啊，就这么说哈。过于的忙叨了。你叫栾云平啊？这，我叫栾云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闹不到你这儿来。你抢过几家银行啊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这栾队不行啊！我抢什么银行啊？哎呀，你又听岔乎了。嗯，我们老爷问你，是说你演过几回双簧啊？双簧啊？那谁活得那么细致 啊？我演过几回？没计算过，没数啊！太好了，什么太好了？就这么跟他说呀。哦，那没数了，抢银行没数了，演双簧没数，双簧没数。哎，好，行。真是双簧吗？你抢过几家银行啊？那就没数了。你还会印假钱呢？您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我还印假钱？你又听岔乎了呀？我们老爷问你啊，你还看过《庆余年》啊？啊？干嘛《庆余年》？我牛天赐我都看过。呵呵，这在我们单位，这是站位的问题。哦。罢了，那老师好都不让看，知道吗？是真的，不看就不看。这我看过呀，是吧？这可以说是我们天天必备，天天天的，知道吗？天天都得看。对呀，那你这么跟他说呀，那是我的功课。印假钱是功课呀，看《庆余年》是功课，《庆余年》是功课，功课，这是我的功课，这是我的功课，这叫什么功课呢？你就天天干这事儿啊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就这样，这是我的功课，印假钱是我的功课。你还会印假钱呢？这是我的功课。你是那头啊？我不是，不是，我是那伙计。你怎么又伙计了？我怎么是头了？我来找演出找谁啊？找我。这事儿最后钱给谁啊？给我。出了问题我找谁啊？我盯着。那你是什么呀？我是那头啊。对呀。呀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是。你是头你还不承认？有点不敢了。那当然，你告诉他，对，我是那头，你这么说呀？我是那头。哎，老爷一看你，呼呵，杀伐果断，再给5万。你看怎么办呢？什么果断？沙发果断，沙发果断。哎，你看你高兴，就来，行吧？好好，就来，好，我就来那沙果断，就沙茬来啊。你是那头啊？我就是那头。老爷问这话屈不屈啊？太屈了，都是这孙子教的。你怎么又屈了？这不就一句一教的吗？干嘛一句一教啊？这是记字儿，记字儿。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我们老爷什么我屈我冤，这都不能听啊。我给忘了。对，你一说出来，老爷一生气，一努嘴，完了，500万罚里头了。不行，千万不能这么做。当然了，你跪多长时间，你能跪出500万来？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这会儿我应该说什么？那跟他这么说呀。啊，哎，你们老爷问你，冤是不冤？不冤。不冤。屈是不屈？不屈。不屈。那这么说，哎，老爷问你，怎么不屈？我情实的不屈。我这词儿够老的。那当然了。嗯。紧接着老爷就高兴了啊，一叫唤说：“来人呐！”嗯，这他助理就过来了。来人干嘛呀？给钱，我还没演呢，先给钱，谢谢他。当然了，你这会儿就得张兜了。什么叫张兜啊？看这大褂没有？嗯，哎，张起来，这一兜，嗯，把那些个什么金银财宝，呱唧呱唧都往你这兜里扔。哟，那天我得穿一长点的大褂。当然了，对不对？老板那百达翡丽大手表，呱唧好几百万，唰就扔里头了。太好了，行，希望他多带两块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你记住了吗？好，记住了。记住什么了？我记住张兜了。别光记张兜，头里那些呢？全忘了。你看你怎么都忘？再复习一遍吧。行，行不行？咱们进入总复习。进入总复习。好，好。正式啊！哎，正式。嗯、来啊！栾平一命告尽魏武，谢了。还没扫呢，这稀里哗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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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，这回这真是咱计算时间了啊！跪，值了。外边怎么横，里边还怎么横。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。跑坏了鞋，太爷我自己买去。你给我跪值了吧？他妈的！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先来一回。
栾平带到。下站。是。你整一疯子。这干嘛呢？这你再给你自己系上。嘟嘟嘟，还有嘟，刚没教这句，我怎么办呀？我也嘟。你叫栾平啊？这我叫栾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闹不到你这儿来。你抢过几家银行啊？那就没数了。你还会印假钱呢？那是我的功课。你是那头啊？我就是那头。老爷问这话屈不屈？不屈。怎么不屈？轻视不屈。来人，上前枪毙了。啊，屈。